那是不是应该给那个胖子当冠军呢？胖子啊，哪个胖子啊 ？Can you guys speak in English, please? ，啊，すいません，日本語でお願いしてもいいですか？喂，我得赶快闭麦了，我们闩门啊！你去啦。个肥仔根本冇俾过赛，我哋点可以俾佢冠军噶？所以才需要内定嘛，就算他不参赛，我们也要给他冠军。 English, please。直接说上海话好了。What? Call you 咧扑街啊！ 叫你閂門㗎啦 ！Shut the fuck up！ 哇，有咩地啊？有咩地？哦，這句我終於聽懂了。我也明白了。